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，很荣幸能够获得此次百度基于全网大数据分析颁发给我的百度百科2018年度榜样艺人奖项，感谢大家给我的肯定和认可，我也希望能继续发挥榜样的力量，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，谢谢你们。